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在家呢，有这菩有解释是菩提心家。刚才我说从初住就是生如来家，有一种叫大教家，大教家，在四住时候生贵住，生贵住就到了大教家，就是也是称为佛子吧，佛子生到佛家，生到佛家的佛子。还有法界家，法界家在初地的菩萨就证得了，他入了法界家了，是真佛子，见了法身了。因为他的智慧，初地菩萨的智慧已经契合佛所教法明心，咱们所说的明心了，这个不是明，是证得了，证明了他是合乎法界的，所以叫生如来家，生如来家。因此呢，这菩提心家现在是指是四地菩萨说的，他生的菩提心家比前头那个初住啊，乃至于实行实回向初地二地三地，比那又深入了。他这个是入的初住的初地的所证得的法性家，他这个法性更深了的，他也入世，说这个叫生，叫生。但是敬三宝从初发心的时候，像咱们初发心皈依三宝，那是敬三宝，不是正德的，不是正德的。佛法僧的三宝的体同一体，同一体。现在他所正德的跟佛法僧三宝的同一体，而只是四分，不是满分。初信的菩萨能够入果，是不坏他的信心，相信与佛无二无别。咱们经常问有信心没有，但是这个信心呢随时隐没。你们初发心出家皈依三宝，我有信心没有，都答应有，但是中间呢它能退，它不是注定了的，不是位不退，不是信不退，它要退。现在到了四地菩萨了，这种情况没有了。他见到第一义地而且得了四分了，见到真正的入佛家了，他是不退的。他怎么看的生死，他怎么看着世间，他怎么来认识这个眼睛住法，那跟你前头的不是四地的菩萨跟三地的菩萨所认识的都有差别。就是生死烦恼以什么为体，即体所招感的这些东西，究竟它以什么为体呢？它体还没离真故，是这样的来解释，这样来观生死，观生死，因的生死，因是世间，因是什么叫烦恼眼，什么叫的清净无眼。有时候从果上说，有时候又从因上说，
如果观涅槃，那是从清净说，是无眼的。在这个体理来说呢，是灭灭。但是这个大乘教义呢，在灭即无灭，灭即无灭。为什么叫灭即无灭？根本没有生，也没有灭，说灭即无灭。说净是对着眼，说净是对着眼相对的，根本就没个净，也没个眼。法界自性本体说，没有眼净之说的。立眼一界，立眼立净，是为着众生说的。这众生的名词，要对广义说，除佛一人，其他都叫众生；除佛，其他九界众生就都称众生。但是这个道理呢，看着每一个部位、每一个经论，在每一法所显理的不同，说法就不同。但是理上讲，是一个，没有差别的。在事上讲，为立诵正故，随缘故，随他因业故，而有这些种种差别。经上有时候这样说，观一切烦恼的严法，而且观一切涅槃的净法，没有差别，无二无别。但这都是要理上说，要事上说呢，观烦恼呢，烦恼就是烦恼。但是以理来照，理照观的时候，烦恼非烦恼，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？烦恼无始，前脑烦恼没有前进，烦恼无始，涅槃无踪，涅槃也没有后进，这是顺理说嘛？观烦恼是本空的，要是说嘛？烦恼是不空的，无始的。他要立恒，要立于众生说，观烦恼是严法，观涅槃是净法，顺这个生起严灭之道，看你是顺理，看是要事，看是立生，看是自立。因为他这样的分别呢，是说的在四地菩萨他观一切法缘起的时候，观一切法的缘起的时候，也就是观生老病死啊，观缘起法呀，在这样观的时候有这些个差异。这是要立诵生说的。跟这个方善长者李东轩他解释这个意思，他是这样解释的，说生如来家的从初住发心住已经叫生如来家了，在初地的时候中间撂了形象撂了，到初地也叫生如来智慧家，现在到四地了，住在四地以名生如来家，有什么差别呢？还是没有差别呢？这李长者他这样看的，他这样认识的，说总相生如来家是总相，在一体没有二，这是总相啊。假使用别相来说，总通别异嘛，总相别相同相异啊。说要是别相来说，有差异了，有浅有深，
叫十住菩萨。说这个声罗的将，他是创破了凡情，住在妙峰顶上，开佛的智慧，但起迷结，得一份的烦恼清凉，故在佛国上叫月，说十住为佛啊，十个月佛，说标每个佛都是月佛，十月叫十月菩萨。善财童子在妙峰山上见比丘，张佛会解脱，没有明没有明说智慧的神通，这个含义就是出生如来家，虽然有智德有神通，但是得出三界之神字，所教化的众生如他自己所知，未达世间智慧，也没达到与出世间智慧的自在无奈。但是这个第四地的菩萨也说生佛家，但是这个不同了，这个怎样不同了呢？明达世间宗，除世间智慧，这是明达除世间的智慧，与初地随入神性共同，言除世间智慧浅深差别，以此来分别。就像咱们众生人人都居住有佛性，这是没错的，但是从这个人人居住的佛性达到圆满佛所修成的佛性，这个差别层次太多太多了。根据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一地的菩萨，一地的菩萨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呢？就这个含义。说，对于三宝清净信心，要能达到清净心，它不坏不退，得到什么地步啊？因为三宝，不论你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都通的三宝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，通到一切法都总是三宝舍，但是事情的三宝不深，要一说到身心身心身信，那是观三界诸法，它的体性，自己体性，观三界诸法的性体自性，那个性啊，是性自无性，这叫佛宝。了三界法，同意总别成坏，这叫法宝。但是，是大菩萨究竟地上自己所行的法门。因此呢，要能够随顺众生的心意，了达三界法，它的同，它的异，它的总，它的别，它的成，它的坏，这个叫法宝。为什么这么以前讲六相十玄含义啊？就是到了经文里头，它有很多差别的。在六相来解释，或者用十玄门解释，解些为什么十地跟那个十回向不同，十回向跟十行又不同，十行啊，跟十住又不同。但是你在文字粗浅看，都一样吗？就像我们观人，人跟人都一样吗？是人吗？不是畜生吗？那这样笼统。
这是笼统来说的了。人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老人，有小人，有贫富受妖，那差别就大了。它不同啊，不同啊，它是异呀、啊，但是都是人同，这个就同了。那菩萨又有自己的行修行的法门，又随众生意教化众生的不同了。方便摄受的时候，不是菩萨自己修行啊，这方便摄受啊，令众生能够从假入真。有的为了众生，就给度众生，先给子说人天成啊。像咱们每位道友都有这个感觉吧，像在家的刚信佛的人，他所求的就是生活好一点啊，发财啊，家里有病人呢、啊、就三宝加倍让病好啊，他只求这么样一个呀，他哪还跟你说的什么性同性不同，身体他连知道也不到，你跟他说他也不信呢、啊、你跟他说了生死，说这些都是因果报应，这个他可能懂得一点啊。要是真正成了大菩萨，他能够得舍一切处，能舍一切处，修习菩提分法。关于这一点，在《合论》里头，他有个单有一笔一段呢，叫《道品论》。道品论，那个《道品论》里头讲的很多了，什么叫菩提是觉分，什么还讲到瑜伽师的论的四十四门，讲的很多，还讲大智的论。他从种种的教理、法相的分别来解释的。现在这个四地菩萨，他讲的体性，他是以十种法为根本，心、戒、念、精进、定、慧、喜乐思维。在这里头，有的多，有的少，互相的搭配不同。所以就是分别的很多，分别很多，同时还包括智德论二十一二，这五十三，瑜伽师的论的二十八九，四十五九，他所说的非常广，引证的非常广，这个我们不多解释了，大家去多去看别的去参考吧。我们把这个解释这个形象啊，形象，这个现代四地菩萨所行的形象，总的是七大类，七大类，三十七品，七大类三十七品。说众生的颠倒之见，怎么把它行道，把它不颠倒？这个你要学习四念处。说要想断，断什么呢？不懈怠。那很简单，修行四正勤，四念处四正勤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。说引发神通，要视神珠。第四种现观方便道，也叫五根，心经念定慧五根。观尽现观道叫五力，观视神珠是神州，观自体道叫七觉分。完了再观八正道，
这就是三十七道品的次第。嗯，但是次第的菩萨就是以三十七道品列于一切众生，他对治颠倒，不见自己修，而且也教化众生，那是说深受心法，常是这样念。那么这种呢，这种念呢，就是念会，这个念会的会呢，就变成就是厌，就是厌，发厌，光会所发的厌呢。那么呢，身在念身的时候，在念受的时候，在念心的时候，在念法的时候，这里含着有观，这个观就是慧，这个慧所造的，造主这个身受心法，要观法，法无我；观心，心无常；观受，受是苦。嗯，要身受心法。嗯，要住在这个次身上，这个身呢，这就住在念慧，住在念慧上。这个体呢是识。体是识，这个体是什么识呢？是慧，这叫慧体，以来慧观来对着景，慧观守着景，这仅就是一个识念处了。三十七道品都入识的这样配，这叫此地宴会地，是吧？入了此地菩萨。对着一些众生的颠倒，说无有的塞身本来是假的，然后把它当成真的，一定受没有快乐的，没有乐可享，受都是苦的，心呢烁烁的变化，它不停的了，一切法无我。不要起执着，都是我所，不是我。这常是这样念呢，这念会，这叫四念处。常是这样念，把那个颠倒，也就变成了常若我净四德。由此就变了什么？是从他观照变的，他的智慧观。以智慧观对于一切境界相，对境生心，由念得住，这叫菩提芬芳。由念得住，就是由念得住菩提。一个是所缘的相，一个是自体，一个是住变，一个是修习，一个是修果。修果，举这个例了，三十七道品都入世的啊，都入世的来这么解释，来这么想，这个我们不一个一个解释了，这个很长的，三十七个七道品，每一个都入世观，就是此位的菩萨，就是第四地。焰光的菩萨，他能够以四念除八道八种颠倒，四念除八道，与起相的心，直到这个心观照见他与体不合，与诸法的法体不合。
完了从与把这个常跟无常都不可以，就双泯双子，说一切法常，一切法不常，说一切法无常，一切法的体，一切法的性是常的，也不可以。这样呢才能见到真理。因此呢，生死实有可断，涅槃确实是可证，一个可断，一个可证，这样观对吗？那初学当然是对，深入没有，也没有可断的，也没有可证的。那宴会地的菩萨，他在这个观这种道理，生死跟涅槃二句不可得，四谛菩萨的观一切法宴会，他这种智慧，他能观到观空、观法界，就这么前头所念了很多次啊，光大入法界啊，究竟入虚空，这种是。说了消灭这八种颠倒，就能得了八种的正行。正行呢，就是四谛菩萨所做的、所修行的，叫正行。正行啊，他又以此，主要是这地上的菩萨，除了他自证的境界之外，主要是说他利益众生。利益众生事情，这个四念处各个的经论修行都不同，是吧？他引证这个大品般若，他修四念处，他叫一切总修。一切总修怎么修呢？观此身之色，现在这个身体是色相，是色。是五蕴合成的，但是是法性原生，依着法性缘起的，是一色就是一切色，这一切色不存在，为什么？原生性空，缘起入法是性空的。一切色，不论红黄蓝白黑，一切色相吧，一切色就是一色，一色是无色，是法性中。说一不可以，说一切也不可以，也没个一，也没个切，说是色不可以，说非色，说非不是色。都不可以，就单有言说都不存在了。那四谛菩萨他是这样来观一切法的，观一切色的。我们从这个观点来念，来观想，说咱们修的时候啊，像这花现在开的很茂盛的，那茂盛的就注定的它要枯干，开得很荣盛的时候，知道它一定得枯干。但是知道一个就是念处，说你念一些法，看到这一些法现在很盛的时候，那一定得灭。有盛一定有衰。说一直法性。而且的色相究竟是镜啊是眼呢、啊、它也不是镜它也不是眼，说镜说眼都叫颠倒，它不镜。接下来观一些色达到什么